要来用餐就必须要用我的媒体证来换一张餐卡，然后里面可以储值现金，然后用餐就只要刷这张卡。所以我大概最多可以储多少钱？没有上限。有最低额吗？就是您一餐只要能够您吃就好了，就早餐是这边是免费，媒体中心是10块，中餐晚餐都是20一顿，晚上夜宵是10块一顿，就看您需要。那我先储200。好的，谢谢。进到媒体村的餐厅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分非常多的种类，包括像是 Open Kitchen， 还有东亚风味的餐点、中餐与水果沙拉。那记者呢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取用，全都是无限量供应的。而在媒体村呢，早餐也是免费的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已经在取用。除了餐点之外呢，像是冰品还有饮料也是无限量供应的，想喝什么呢就可以自己拿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特别的饮料，像是这个中国自制的可乐叫非常可乐，蛮有特色的。另外呢还有像是果汁或是冰的矿泉水，